云音，王者峡谷里的第106位英雄，还没上线就爆料不断，就这宣发架势，妥妥的亲女儿，目测她就是个版本的 T0 了。这还不完， T0 哎，可是奶包你会打野吗？啊，这反正是新赛季，大家都坑，要坑就一起坑。算了，还是五排吧，坑自己人。那么今天的视频我玩的是100%胜率的云音，这一把谁带飞还不明白吗？终于轮到我当野王了，哈哈哈哈。开局用一层枪翼刷野，这里河蟹马上刷新，但是上面打起来了，我是该拿河蟹呢还是该去支援呢？作为米河哥的辅助当然要去支援啦。等等，好像有哪里不对，是野王呀，我是野王呀，触发被动快速回城，下面继续刷野发育，顺便帮忙抓下下路，利用大招触发两层枪翼，直接带走亚瑟。不愧是我。结果转角遇到对面猴子，直接用三技能二段和一技能打出三层枪翼。哎呀，不愧是我。剩下就交给诸葛亮吧，真野王从来不会投的呢。但你为什么要把惩戒给这个河蟹呀？接下来我跟吕布来控个龙，野王嘛，很简单的，就是要抓人打龙，抓人打龙。哎。吕布呢？好家伙，我在开龙他清兵，我在挨揍他转悠，我想撤退他打龙，我回过头就 executed， 我一世野王的威名啊就这样没了。我云英又回来啦。嗯，这句话好像有点耳熟哎。这里看到一个落单的伽罗，冲呀。哎，你们都跑什么？看我二技能位移贴脸，一技能击飞自己，三技能胖揍大龙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在干嘛？我要打的是伽罗呀，吃我燎原白斩，然后大招二段再打一次空气。可恶啊，竟然被伽罗走位秀了，还好队友及时跟上收掉残血，不然我得气死。我云英又回来啦。啊，这个声音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云英又回来啦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所以灰太狼竟是我自己。我云英又回来啦。你看我只是小女郎，身为亲女儿的我很强，攀上三一枚巨和背枪，谁让我是下一个野王。你看我实力这么强，但奶包菜都难以想象，虽立志做一名女野王，每次都身负重伤。有什么主宰击飞着我，竟会让我阵亡？有什么把式控制着我，都会叫我凉凉？何必有人群把我追赶，不过是游戏一场。在什么时间都要冲锋，燎原白斩飞翔，就算都打空技能 CD 吃我掠火神枪，永远不后退，真正头铁的天下无双。即使灰太狼，我云英又回来啦。呀，队友都推到高地了，我还打个锤子龙都被龙打死了两次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 Victory， 我懂了，什么狗屁 T0 啊，赶紧优化，全靠队友带头。